一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羊毛纱会缩水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这双袜子就用的羊毛纱是经过黄收水，所以最放心的，这双袜子洗了不会洗到来变小朋友的袜子。这双袜子来讲，它的面纱是纯羊毛纱。那羊毛纱烧了以后，它的那个表面会形成圆形的那个球状的，啊，它不会粘连皮肤啊，这样就不会造成你皮肤烫伤。啊，如果说你要辨识上的味道，就是闻起来跟你烧头发一样的味道。那化学纤维。一般仿羊毛啊，就是化学纤维。化学纤维燃烧后以后，它就跟在烧塑胶是一样的，它燃烧速度很快，温度很高，然后它的现象就会成液态状，浓稠液态状，会直接粘连皮肤。在这个里层的部分，会加弹性纱在织在里层。因为我今天假设没有用弹性纱，这层袜子其实真的很难穿。这双袜子比较关键在什么？这个的筒径它是比较大，然后呢，利用双针筒，双针筒的机器是比较特殊性啊，那它是利用双针筒的机器做出这样的一个立体效果。这种立体效果是真的立体啊，这个螺纹啊，这个好处是什么？这一面跟皮肤接触，它中间凸出来的部分就等于是跟皮肤是没有接触。所以它增加它的空隙，那这个原理就很简单，就我就不是整双袜子把你推在你脚上，是不是就比较舒适？